我的名字叫 Vincent Tan， 来自巴森，从事 custom made furniture。在我还没有上 DIY 之前，是面对顾客介绍顾客啊，但是很少又很慢。所以我上了这个 DIY 之后，哎，老师讲那个 traffic 是很重要的，所以我就不管了，先赶赶 Facebook 乱乱打先呐，钱先丢下去，然后就来有一大堆的顾客一些名单。所以我又遇到了另外一个问题，就是太多名单我一个人顾不到。所以我又特地请了一个 customer service， 他专给我 filter 了之后，就把那些精髓的顾客交给我的 sales person。然后我又遇到另外一个问题，就是因为顾客来了 cross 不到，所以我就把用那个 ABC 教我的人，你只要会讲话，你跟顾客讲这个什么有什么，现在我们有什么 offer， 然后顾客就给钱，然后就在短短的两个月半到三个月里面，我就跳了3-4倍，突然间多了很多零。